他们是两对好姐妹，也可以说是两对好兄弟。总之是两位好朋友的婚礼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新郎新娘，他们是白花花、林丽树、王坚强和黄玫瑰。让我们掌声有请。 在所有来宾共同见证下，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去为彼此佩戴爱的信物。等会儿。 我跟我兄弟坚强有几句话呀，我们想跟大家伙聊聊。坚强，来吧。<笑>那个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林立树的婚啊，不是，开个玩笑啊。那个，活了30多年了，我跟坚强呢，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幸福？坚强，你跟大家伙说说。 什么是幸福？幸福就是在你穷的时候，有人跟着你；在你冷的时候，有人抱着你；在你病了的时候，有人照顾你；在你累的时候，有人心疼你；在你哭了的时候，有人安慰你；在你错的时候，有人包容你；在你老的时候，有人伴着你。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，而是多少人能陪伴在你左右。幸福不是你开着多豪华的车。 而是你能开着车平平安安的回到家。幸福不是你爱的人有多漂亮，而是你爱的人笑容有多灿烂。幸福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喝彩有多热烈，而是在你失意的时候有个声音对你说：“朋友，加油！”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甜言蜜语，而是在你伤心落泪的时候有个人对你说：“没事儿，有我在。”花花，玫瑰。 那个人就是我。今天，当着在座各位的面，花花，我再次向你保证，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，做好你疼爱的那只小宠物。哇！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 我现在就一心就想嫁给林丽树。我觉得吧，爱一个人不单单是只是为了嫁给他，而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分担，一起去奋斗，去奉献自己的所有。林丽树，我这辈子会努力做好你的主人。耶！鼓掌啊！ 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请看。这兔崽子，送外卖的。<笑>我曾经为你送了10年的早餐，我现在向你保证，我要一辈子为你送早餐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真浪漫，我也想做。 豆浆女王，她怎么回事儿？其实我黄玫瑰生平有2个愿望，一个就是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咖啡厅，第二个是嫁入豪门。我第一个愿望，我的小伙伴们帮我实现了；第二个愿望，王坚强，你让我实现了。我也不算豪门吧。其实豪门是什么？ 我曾经以为豪门就是有花不完的钱、刷不完的卡、买不完的包包和鞋子，总之就是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现在我认为，豪门就是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女王一样哄着，当公主一样。
像宠着当宝贝一样疼着，原来我的豪门一直都在我身边，我一直没有发现，我的愿望实现了。谢谢你，王坚强，你就是我的豪门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吃定了烧饼油条，我要让你给我送一辈子，好吗？没问题，来呀！ 说得太棒了，让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明天能更加的璀璨，婚姻更加的美满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天四位新人的各位来宾分享爱的喜悦和爱的祝福，让我们有请，祝大家。